来自成都的山子佳，去年就参加过我们的比赛，他的短信支持率排名是第三名，他是在40进20的淘汰赛中被淘汰出局的，网络呼声极高的他，这次是否能过得了评委这一关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山子佳，送给大家一首《回家》。表现还不错哦，你是百折不挠的。我刚听你唱歌呢，我觉得给你一点建议，就是说你在真音假音在转的时候呢，再自然一点，要不然我刚刚一直紧张起来了，一直很怕你走音，一直很怕你跑调。OK， 这个地方再练一练，其他都还不错。谢谢老师。我觉得你的声音是很动听的，今天的着装也很酷，很有型。我看到你手上戴的一些绳子都是很就是说很随意，但是也蛮有型的，只是那个眼镜看上去有一点画蛇添足了一点，太刻意了。其实像你这样子要再次踏足这个舞台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，因为你要付出比别人更多，然后呢你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同。但是呢我还是非常佩服你，然后这次的演绎是非常好的。山子佳，我跟洪先生做的节目这么久，他只哭了一次，他哭那次的也是淘汰你的时候。我觉得今天你这个表演真的让他非常骄傲，我也很喜欢，成都也应该非常非常骄傲。